去分配下线这样子。对，我姑姑啊、叔叔他们这样子。所以呢，许家人这个全家哦动员起来，希望能够呢让这个许福凯第一次高雄巨蛋有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完美的演出。对，他提到这个去年的这个 TSC 要很恭喜你哦，谢谢谢谢，唱作俱佳哦，跳舞哦，变成那个很厉害的那种武林高手哦，还会展现你多声道的功力。跳舞真的不敢，哎呦，跳舞真的不敢说很厉害啊，就是出院了，终于出院，从那个智商就是变得比较活泼这样子。是吼，啊，所以你今年有没有跳出信心？今年啊，还是会跳舞，对，还是会跳舞，就是希望更有更不一样的呈现。是哦，那你现在可以来现场跳一下吗？整线展现出来，哎，换来一些音乐。我们这一段没有蕊过，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 cue 你啊，来跳切跳切。不是，给我点音乐好不好？好嘞，不是，来一点音乐，让这个徐福凯动感一下。一共一杯 Lena 黑啊，不是 Lena， 是说光摆动。哎呦对啦，就是大概这样子的。哎，不错哎，我觉得没有那种。以前我是那种同手同脚这一种的，这样一起一起跳的。对啊，现在已经有那种律动的感觉了，有一种律动，有享受那舞蹈的快感了。是，哎呀，是哦，所以下一张专辑会考虑朝动感的方向前进吗？哦，不 OK 啊，不 OK， 对啊，不排斥的，多多尝试都可以，多多尝试。所以那个目前新专辑有没有进度，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现在慢慢开始在收歌了，对，可能年底会跟大家见面。好，所以呢，预计这个2016年除了这个演唱会全面启动之外呢，年底有新专辑跟大家好好的见面一下。是的。所以提到说这一次演唱会呢，高雄巨蛋，你有没有已经开始构思一些 surprise？ 我有跟公司说，我是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人，对，然后。我说希望在高雄有新的一些表演的流程啊，新的模式，新的模式跟大家见面，新的火花，对，是哦，所以舞是一定要跳的，会脱吗？你身材好像很不错，不是不是，没有，笑脸呢？不了不，因为那个妈妈还是喜欢那种乖乖的感觉，对，我还是包紧紧的好了啦。是哦，对，他说一脱那个现场血压飙高，一哦我这样疼，化解 NG 我要那么痛了。啊，你小小脱一点的，比如说胸肌，那跳两下，咚咚。那个咚咚，以后再说。我觉得是腹肌这样，嘿嘿。我先把舞跳好，歌唱好就好了啦。所以暂时先不要逼许富凯啦，好好的把这个歌手的这一部分先做到最完美。先把身体练健康。哦，丢了丢了。啊，你帮我腹肌。这是一块肌啦。哦，一块哦。对，一块肌。一块肌熊拍练呢，一块肌最难练的。那你要那个慢慢练才练起来。是哦，但是这个许富凯呢，跟他接触过，就会发现，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很爱唱歌的小孩。很爱唱啊。真的很爱。